你好，我是 Hanis， 你想住哪里？你好，我是 Ikman， 我想去 IOI Go 中心。我们也想去 IOI Go 中心。这是家乡，那我们可以一起住。这是我们第一次住哪里？他要多远？大有时光，公交车到了，来。欢迎来到 IOI 王永新。哇，真个国物，想象真不量有大。我好饿，我们去餐厅。这是个好主意，我想去吃鸡。所以我们去 KFC。我们要一起做，知道什么样？我跟我开始，我叫 Hanis， 我23岁了，我有两只狗犬。我叫 Ikmal， 我22岁了，我也参加两只狗犬。我叫 Isham， 我21岁了，我也有两只狗犬。我叫 Fadli， 我23岁了。我也是两只狗犬。我叫 Oscar， 我23岁了，我也养两只狗。哇，我们找相同的人，认识交个。爱好如何？我喜欢在计算机和游戏计算完视频游戏。哇，真的吗？我也喜欢计算视频游戏，那我们可以一起玩。你呢 ，Hanis？ 我喜欢打游戏。哇，跟我一样，我也喜欢打游戏。真的吗？以后我可以邀请你和我一起订阅。你呢，阿斯卡？我喜欢打乒乓球和看电影。你想买阿斯卡什么？我想买帽子。看，剪掉裤子很好，多少钱？等等，我看多少钱？这只三十厘米的。在哪里？我看到一顶帽子，帽子是十五厘米的。你明天有空吗？我们明天不上课。如果不上课怎么办？我好想玩高黑。在真的吗？怎么聊？关于我的一个数字，我想有一个话题。如果我有空的话，我会继续玩。哇，你一定是最好的牺牲。并不是的，我刚刚读了就想抱着。
哈哈哈哈。